是不一样，是 JBL Live 的音响，然后再加上1300万的画质，这个我比较实际，然后听到这个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吸引人。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应该就是它防水，然后加上它的烤漆，真的很漂亮。我们将去，我们有更多的工作人员来为您介绍更多的。这种极简的风格我非常喜欢，然后特别是这个午夜蓝的颜色，我觉得非常特别。功能到外观都介绍的非常的仔细，你也完全不用用防尘塞，就可以达到 IP57 等级的防水防尘。我爱 HTC， HTC 好棒，我爱 HTC。